跟人家说谢谢的时候，他咬牙切齿，有没有？说谢谢你呀、啊，不用了。然后，对，都应该感谢，这些都是别人努力的成果，都是别人奉献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感谢。那么看到各位呢，更想到我学校的孩子呢，非常可怜。各位，你们是得天独厚，我学校的孩子是得天独厚啊，非常可怜。他们不像各位那么活泼、天真、可爱，智慧这么高。对各位，上天给我们很高的才华、很大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要好好的用它，你不用它，下一辈子上天不会给你那么多了。你那个时候你要到我们学校来读了。我那个学校不远啊。讨厌等等，各位，你会发现，你这边的心越多，你就跟这个人一样眉开眼笑。你这边的心越多，你就跟这个人一样愁眉苦脸、乌烟瘴气，好不好？我在学校，我校长对自己一种觉得非常的，你快乐不得了。你看，你英文不会，问我，问我。